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名称叫最大规模的传统中医课。那这个是以参加传统中医课的有效人数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个记录的当前记录呢，是2018年10月18号在中国山西省晋中市创下的记录，记录是1014人。也就是说，今天要挑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超过这个当前记录。这次主办方是以晒背的这个中医内容来作为申请挑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众多人挑战的项目中，所有的合格率要达到9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挑战中不合格人数占同挑战人数的比例超过了10%，即使最终的人数超过了当前记录，整场挑战也是会被视为失败的。